this is the place. Find a way in. 我是第一个哦。看一下你的长相，你有戴帽子？我是这个。对啊，我有戴帽子。好，我这个，我在楼梯下。光头。哎，光头是那个许道轩。对对，光头许道轩。啊啊，女生是那个简介。啊，黄健走第一个。对，黄健走第一个。要钥匙啊，要钥匙。我这是锁住。我可以跑，续不得。你们走快点好不好？绕边圈哦。哦，边跳边跑边跳，我跑很快的。里面有。里面有婴儿哎。裸体婴儿。婴儿。太小了。没钥匙哎。没有钥匙啊。是啊。对。啊！我靠！走啊！我先走。等一下，走慢一点，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去吧。房间这里有楼梯耶。这里有婴儿哎，有婴儿。我试着要救他，但是我失败了，我要放弃，我要把他带回来。救他，救谁？这里有婴儿要不要先进来这里看看？你拿着婴儿，可以拿我不知道啊，会不会？还可以拿木头这里有木头你们要不要拿木头？我拿木头可以吗？扁的吗？要扁那扁鬼啊！这边还有木头啊！我只能拿一个，就拿一个了，走吧。一堆钥匙你有拿到钥匙啊？没有，我说一堆那个需要钥匙的嘛。这边是殡仪馆在你需要提供馆的复原。靠背他妈的遇到自己人吓死！你们在哪？Hello，Hello。不要走那么快，我们要一起啊。大，这边在哪？太小了，都锁着。这边。这边可以上去。这都锁着还是要记一下，会不会等下拿到钥匙？看到谁开门？哪里啊？我不知道。不要上去看看。那小心，里面都收过吗？收过了，收门，什么都没有。别跑了，低能哦！那女生还在。她下来，她走下来。我们绕一下，是不是要把她绕开？躲这里，然后把她绕开。对啊，没有这个手电筒怎么关？没办法关吧。好，她有来吗？没有进来。她没来。没过来。我们要赶快上去吧，我觉得。快点！快点，安上！快点看啊！他在哪？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，我们就直接冲过去。不要来了，他来了。等一下，他干嘛了？笑了。你那个可以扁他。不行啊！把你下来，把你下来，然后你们跑上去，然后把他绕走。跑！绕这里，这里可以走，干嘛？靠边！那边什么啦？没有走路声。这有钥匙，大厅钥匙，我拿到了。是不是有别人？我曾经把自己锁在房间。不主钥匙啊，有大厅、卧室、地下室、阁楼跟大门。那这边有声音这个推开，这是你开看啊。不行啊，这是卧室。有婴儿拿着，你都拿着吧，我们都拿了。我也拿了。靠背哦。婴儿可不可以丢掉啊？这还有钥匙。没有，这火柴盒这都可以开可以把婴儿拿掉。滑鼠中间可以把婴儿拿掉。不用吧，就拿着吧。不知道要干嘛。靠背哦。这里还有钥匙。这钥匙吗？对。这只有脚步声的。卧室钥匙。不行卧室钥匙啊，卧室钥匙。不是，我快不行了啦！
防不胜啊！我没有，还有婴儿哎！啊！靠！吓到！往上走！哦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卧室盖下面呢、欸，一定要下去、欸。那、啊、怎么还有一只婴儿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下来，他不见，不理他。我把门关起来。怎么有一个楼上一直有那个？不是啊，会有一直额外的脚步声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你要不要下来啊？那个谁，小俊，快，我们去那个卧室，欸、这里有卧室哦。有人哎。欸啊、这里哪兒啊？有头发婴儿哎、欸！这里啊！等一下，在你们后面啊！后面！看到你看到你啊！不要，他也不会攻击我、啊，这是重点。他可能会突然攻击你。嗯、欸！哎、欸，快点！妈，你来干嘛？停下过来啊！哎、欸，我们那个卧室里面有那个长发的娃娃、欸，哎、欸，靠没有？你们听到一个传奇声？我听到了，什么传奇声啊？听到谁的？这里有一个娃娃，哎、欸，我拿到了、欸，嗯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娃娃？怎么会黑的？大声哦！这娃娃怎么是黑的？啊！靠边！我靠！干嘛？我把你勒死那个女人！低能哦，把我差点吓死！哎、欸，为什么这娃娃变色啊？哎、欸，前面，你们快前面！来了，快跑！快跑！变了！他变疯了！快跑！等一下啦！快跑！啊！他变色了，那个女的变了。那我哎，我现在手上有拿娃娃吗？有。我的娃娃是，还是要拿娃娃给你？哎、欸，举手！我有女娃娃给丢在那边。按滑鼠中键。哎、欸，这里，往这里走。哎、欸，把娃娃捡起来吧，我不知道娃娃干嘛。哎、欸，你在哪？靠北哦。这里啊，哎、欸，对。哦。这里有娃娃。往上走、欸，要往上走还是往下走？看一下。这一次发生了一些坏事，我们女儿激烈的病爬起身，她开始在房间四处冲撞，她在混乱中杀死一名客户，一大把尸是不是？她顾大夫被杀死了，她说有人被杀死了。哎、欸，靠北，她在死呢，哪里？对。哎、欸，不要过去，把门关起来。不，来。哎、欸，分散了啦，哎、欸，徐永健走过来。干嘛？又进来？你们在干嘛、啊？我干嘛、啊？靠哟！楼上，然后飘楼上了，还有病哦、喔！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靠，来了！靠，没自己没路！啊！关门！开门！哎！他要变了！啊！你要给你啊！哎、欸，他正常了。哎、欸，可以扁他、欸！可以扁他、欸！扁他！干嘛啦？你干嘛？跟他分手！他要干嘛了？哎、欸，不知道啊！哎、欸，走啊！不要理他，他等下要变身。我、欸、靠！哇，他是低能吧？他是低能，低能。把门关起来。拿火柴干嘛？你不知道，就有东西就拿。他可能会突然间攻击你，他就是这样杀死我妻子。把人偶给他一向有用。我必须不断告诉自己，这已经不再是他了。我们要找钥匙啊！我们要找钥匙。什么意思啊？欸，我找到阁楼钥匙欸！欸，加速了！靠！人来了！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我靠！你怎么？我靠！他怎么在心里接近？我靠！干嘛？你死了、啊？哎、欸！哎、欸！好吧，你死了、啊。哎、欸！好吧，我怎么变一个？我怎么那么矮？你呢？倒了、欸！倒了、欸！哈哈哈哈哈！我在干嘛？
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被他刺激到了？啊，没有啊，超可怕的、欸！人家刚抓着我，然后刺激我、欸，真的、喔。哎、欸，我阁楼钥匙，你跟着我走，你跟着我走，没加你跟着我走。阁楼钥匙在哪？小女孩，小女孩怎么站着不动了？啊，她怎么追着我？她会不会？她好像是突然爆发的。她是不是喜欢我？她好像没有变身都是正常，你懂吗？她长那样还蛮，其实还蛮可爱的。上我们去阁楼了，开始变身啊！小舅，小舅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看到。快点，快点！我们往上走。你们知道那个怎么去吗？屋顶，不是有一间一个屋顶吗？我们之前有去。有。怎么去？我忘了，往哪走？一直往楼上走啊！一直往楼上走。是没有楼梯啊，这边没有楼梯。哎！快跑，快跑啊！我觉得你现在对他好像没差了，因为他已经被吸过。我已经被真格过。不是，找一下阁楼怎么去？对，是吗？真的、欸！我靠！我靠！地下室钥匙！黄俊，你同类超多的、欸，好不好？他就是把我变成婴儿了，一堆在跑、啊。我们赶快去地下室，赶快去地下室。黄俊，你往地下室走。地下室是不是？对，地下室。我有地下室钥匙，我们好像可以走了。啊，怎么一堆人在跟我这边跑了？对啊，你在哪？我到地下室。我到地下室。在我们钻研过的每一件事，火是不可或缺的，火能当作进化。是不是要烧他们啊？地下室在哪？地下室要走出去是不是？往下走，没有，你就一直走那个楼梯，走到最下面，就是地下最地下的。怎么走？你在哪？大厅哦，大厅。这里，快！屁股，快！等一下，你们等一下。等黄卷，等黄卷，你要不？好像来了。小飞。哇！吸收了，吸收了。吸收我的懒觉精力。哈哈哈哈哈！抓他干嘛？我来到这里木头干嘛？好不好？简直剩你了。可以欸，我看到没有，我把它杀掉，我要把每个人偶都杀烧掉了就好了，把每个人偶都杀好烧掉。好吧，他会杀追你了，好不好？你帮我顾着了，靠，不要来了，好快哦！救命啊！我来追踪。你把人偶杀掉，他越来越快啊！真的假的？对，他越来越快。你一百个杀掉，他就进化一次，好不好？那你也把我们烧了。我把你捡起来。这边有一只，那边绕跑、啊。这边也有一只啊，这边也有一只。哪里？靠背啊！我没有东西可以烧哎、欸！对，你关灯，顺便他就跑了。我关灯的，我不敢啊！不是啊，我没木头，我要木头跟火柴盒才能烧了。你就继续跟他 play。不是啊，他躺在门，我不能走哎、欸。好不好？他没有穿内裤，靠背啊！哎呦，他怎么喷出去了？他走了！啊！哇，刺激我哎！你在吸一波哎！你怎样啊？我的钥匙掉了。所有人都输给黑暗。我们一起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些娃就是被他吸过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都变小，然后我们是来拯救的。